不是，又不是在做很色情的声音，只是很正常的声音，那也不可以。主要是人气高，有人举报，有人举报。大概就是，比如说别的公会的那种管理啊，或者主播会举报，很麻烦，那就注意一点吧。应该不是你们，跟你们也没什么关系。扣钱啦！扣钱了！
你要是不亲我，那我就自己上了。这个皮卡丘吗？这个皮卡丘是正版宝可梦的那个官网买的。宝可梦的官网才有的。谢谢飞上哥哥的188小星星。手机了，该睡觉了。啊，要亲亲啊。啊，够了吗？不够啊。那，现在够了吗？快去睡觉吧。晚安。188小星星是吧？臭老公，你到底睡不睡啊？我都累了一晚上了，能不能起来我一下呀？快吧，求求你了，明天早上还要上课呢。